中国的中产为什么不开心了？一贯贫穷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再穷啊，这个打击是非常之大的。有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被绑住，无法去做创新和转型。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实践，甚至我们的考试，都是强调标准答案，这其实是非常不科学。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霸凌的年纪越来越小了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对霸凌处理太柔软了，而且太是非不分。孩子们不能只学硬知识，应该有个软技能，尤其在人工智能来了以后。21世纪人工智能到来，什么样的人有竞争优势？我个人觉得是动心的人。两年前跟您做采访，然后您的很多的言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啊，是一下子在网络上火了起来。感谢你帮我们传递我们学者的观点和思想，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服务。帮助很多人。对，我从不后悔，虽然也有很多的误解呀、攻击呀、霸凌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总得有一些学者说出一些学术的真知灼见，并不表示我们完全正确，但是总得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吧。在网络上随时都会可能霸凌他人或者被霸凌，是是是。那您以心理学的角度来教我们一下，如果碰到不幸碰到您说的这个事情，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环境？我通常先做三件事情。第一是深吸一口气啊，把那个愤怒的亢奋的交感神经给压制下来。您看到那些评论如果是谩骂的，您还是会愤怒？当然了，这个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反应，这是我们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保护机制。这是慢，先告诫自己别急别急，深吸三口气，然后呢再去抚摸一下膻中穴，把这个心中的纠结的戾气堵在这的闷气再给它排泄出去，然后再去做一次认知重评啊。这个认知重评就是也许这些人不了解不清楚有别的意图，所以说一下子就释然了。人就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了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不有一种把控感吗？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来的，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，所有的焦虑其实因为不确定性，只要是确定，我们人其实是可以做好准备应对它的。2022年的4月中旬，心理学家、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起者彭凯平在疫情期间接受了我们的专访，当时聊到了疫情对于中国人心理健康的影响。他说到，心理健康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便是青少年和中产阶级。时隔两年依旧面对不确定，我们再次与彭凯平相约问答，一起聊一聊深刻变动着的社会心理。中国的中产为什么不开心了？2023年出了这个报告之后一年多，现在中国的中产是更不开心了，还是稍微缓和了？应该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因为当时不开心的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就是疫情啊，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具体还是实际的。另外中产不开心呢，我们现在发现也是一个全球现象，因为它的社会地位没有完全自由，财务自由、社会自由、政治自由，所以说它有一个阶层滑坡的危机感，这个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开心。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有这样的一种危机感，就是我们习惯一贯贫穷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再穷啊，这个打击是非常之大的，有点像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最悲惨的时候发生，而是在好了之后在变坏的时候发生，所以说我们中产阶级的危机感呢，也是因为享受了一段中产的富裕生活，现在担心自己滑坡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。你为什么说现在稍微和缓了？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那个特别明显的应急的不开心，就是由肾上腺素产生的一些紧张、焦虑、恐惧可能会缓解，但现在起之而来的是由皮质醇引起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压力，这个慢性压力呢可能更隐秘一些、更深远一些、更深刻一些。对，就像您说的，更深远一些其实是影响的很明显的部分，就会在于大家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是，其实您说这个是很危险的。对，就是这个皮质醇带来的压力感是比较难以化解的，而那个紧急应急状况下带来的不愉快呢，其实通过自己的行动、奋斗、追求，其实可以慢慢化解。就像我们比赛之前的那个紧张感，那个紧张感其实通过行动可以化解，但是
由于工作压力、社会压力造成的长久的那个焦虑呢，那是比较难以化解，所以说影响更深刻。您刚刚提到说还有个东西是需要去关注的，就是贫富差距。对，社会心理转型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。是的，它的挑战在哪里？我觉得转型期间的心理挑战主要是有三个，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攀比，因为有一部分人突然富，有一部分人没有富，这个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，特别是和自己境况、出身、条件都差不多的人，有人起来了，有人没起来，那么作为那个没有起来的一群人呢，肯定是感觉到一种对自己的自卑啊、自责呀、怀疑自我啊，这些现象肯定是会出现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带来的社会转型，使得我们很多的社会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，社会流动性加强，流动性强带来的问题呢，就是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就不存在了。以前我们在乡下有邻居、有亲戚、有亲人，对吧？可以照顾我们。现在我们到了大城市，这些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，你成了一个孤独的心灵，而这个心灵呢，很容易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失落啊、悲伤啊、孤独感啊，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说这是这个社会变化带来的社交网络的变化。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技能的要求变化，因为不断发展、不断卷心，原有安身立命的工具手段都过时了，那新的还没有掌握，那对于有些人来讲，学习新的技能和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。所以说中产阶级面对这样的一种社会攀比啊、社交网络的变化和社交技能的变化，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。贫富悬殊也造成了一些社会上的矛盾啊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矛盾也会产生某些人会有一些仇富的心理？是。这样的心理对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你有什么样的解方？我个人觉得呢，在这个时候，第一呢，就是一定要让这个财富变成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是变成让个人单独受益的事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财富是你的价值的体现，但是可以把这个财富用来帮助其他人、帮助社会。我们已经发明了一些方法来做这个事情，比如说慈善就是一个很好的财富的重新分配，我们的税收政策、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政策都是可以利用第三次分配让我们社会受益。当然我还是觉得，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社会受益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富人呢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，我们的穷人呢多去体验一下富裕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溢价效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财富它用出来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受益的，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。您说过说要让富人的做慈善啊成为一个中坚力量，但你说也要建立一个慈善的文化建设。是是是。怎么样建立一个慈善的文化建设？我觉得慈善文化的建设一定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的，一定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。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用社会舆论啊、大众压力啊、从众行为啊来逼迫这些人做慈善。我觉得要自己做慈善，自己做慈善的好处，一个是能够让你知道我的慈善用在什么地方，而这个慈善的受益者是谁，这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我帮助我了解的、我喜欢的、我认同的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很重要。第二呢，就是慈善其实是有魅力的。我们现在发现，人在做善事的时候，大脑分泌出的催产素、多巴胺、血清素，让你容光焕发、志气高扬。所以我们有一位心理学家就发现，女性在做慈善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引起优秀男人的爱。为什么？它是有一种圣母的光辉，让你特别的阳光、容光焕发，这种魅力其实是很可爱的。所以要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讲慈善，而不是从道德的要求来讲慈善。你曾经说过啊，现在心理学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，就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，在创新创造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让我们被绑住，无法去做这些创新和转型。是，这是心理学家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是，就我自己其实一直做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，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的伤害其实有三个非常突出的危险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喜欢出头，
所以说这种集体主义从众行为大家都不冒尖儿。对，因为说这枪打出头鸟，正是因为有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担忧，甚至就是枪打出头鸟的现实，使得很多冒尖的想法、奇葩的想法、与众不同的想法难以出现。创新它一定是超凡脱俗，一定是标新立异，如果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一种文化出现的话，那就很难。第二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对这种不同、对这个叛逆、对意见其实很不宽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呢，希望大家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。但是君子也是和而不同啊，本来应该君子和而不同，但是你看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实践，甚至我们的考试都是强调标准答案。标准答案就是上百万的孩子都得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回答问题，这其实是非常不科学，也是非常不道德。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点太实用主义，就是我们想的东西必须立马见效、立马可用。可是很多创新的想法，它得需要时机，它得需要时间，它需要大量的等待、探索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意外的神咒才能完成。就像阿基米德就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明白了，所以他才跳出来讲这个 Oracle， 就是一种顿悟的时刻。这是一种灵感和直觉。而这个灵感有的时候是蓦然回首，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就是它不是这种计划好的、归宿好的。也就是我们不是传统文化有问题，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让大家需要有一个统一标准答案的时候，并不是鼓励创新。是，就是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试验，就是人类有一个特别伟大的能力，叫做反事实推理，就是我先把现有的事实推翻，我再做一些推理。比如说，小丽，如果你不在这，你现在干什么？你肯定能做得到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哎，如果我不在这，我可能在欣赏音乐啊，我可能在观赏风景啊，我可能在写作啊，就是我们人类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但是你发现我们的教育其实不太喜欢反事实推理，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活在1938年，那我们会做什么呢？我们老师说别瞎想，也没什么用。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反事实推理特别有用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。比如说一场交通事故出现了，你有没有责任？其实就完全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推理，不用调查，所有的条件都一样，你不在现场，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？如果所有的条件都一样，你不在现场，这个事情还会发生，你没有责任。我纯粹的凭着我们的逻辑思维就可以得出结论出来。那我老师如果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想象一下2045年你在干什么，这是不是就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了？那不是假设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因为2045年还没有发生。反事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挑战，是对已经发生的大家都认为是真实的那些事情的挑战。哇，您的意思说我们的教育不只是要大家想象畅想未来，其实是要勇于挑战过去和现在。比如说我们的手机，如果它不是打电话，它能干什么用？一下子你的思路就开阔了。哇，天马行空了。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学者提出这样建议，但是很难进入到我们教育体系里头，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通过层层的审批，还有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采用新方法，都会造成问题。另外一点您提到的，因为孩子们的情绪多种多样，在经过疫情，在经过各种社会的变化压力，除了抑郁之外还有暴力倾向，对，还有霸凌。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霸凌的年纪越来越小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是有社会原因，也有个人原因，也有家庭原因。社会原因就是我们很多孩子看了一些暴力的一些话剧啊、电影啊，还有戏剧啊，或者是网上的视频呢，其实有一种模仿，因为这个模仿
确实很厉害，因为心理学家做过研究，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和平的非暴力的社会环境里头，你的霸凌行为是要少一些的。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暴力的暗示渲染，其实对孩子们有一些模仿的诱导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家庭的原因，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暴力家庭、霸凌家庭，其实家长是不管的，甚至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攻击行为、打骂行为，是学父母的，学父母，这些都给孩子造成了一些印象，就是生活中很多问题呢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，要不然的话解决不了，所以家庭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，个人的问题也有。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孩子们他有霸凌行为，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一些魅力、优势、特长。你发现喜欢霸凌别人的孩子，一般来讲都不是学习成绩好的，因为他这个学习智慧体现不出来，也不是长得特别漂亮和英俊的人，往往是自己其实就很一般，这样的话他只能挑更弱的人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。所以说很多人实际上在一种自卑的情况下，他靠团伙，他靠一帮人。那为什么会年龄越来越小，而且现在暴力的程度越来越大，甚至伤及人命，好像又不太在乎？对，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社会的一些异化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以前有大家庭，有兄弟姐妹，所以说我们大孩子和小孩子之间玩玩耍耍也有摩擦，但这个摩擦因为是自己的亲人，所以他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，有摩擦有应对，但是能够控制住，所以我们慢慢就培养出来如何面对自己的愤怒，如何处理不同的意见，如何针对别人的一些辱骂攻击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练习机会呀，大量的家庭都是这种原子化的孤独的家庭，但是学校之外的那些生活关系、群体的关系都没有，所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造成的。因为他每个个体爆出来都是特别的惨烈，对，所以让人感觉非常的严重了。对，惊心动魄。惊心动魄。那如果真的不幸碰到霸凌的小孩的家长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的孩子被霸凌的话，第一呢，就是一定要联系学校当局，得到学校的组织的法律上的、心理上的、医疗上的一些帮助，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社会组织来撑腰的。也碰到一些个例是跟老师说，老师说哎呀就打打闹闹嘛，然后你就会被霸凌的更厉害的，这种情况是使得很多的家长和学生不敢说，那怎么办？对，这就是我经常讲，就是说遇到这样的老师一定要去向他的上级，一定要向上的领导去汇报，这还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要有沟通，要有大家都在同一个战线上，都在同一个船上，共同处理这个问题。光靠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光靠孩子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有社会支持。第二条呢，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一定要全身心的关怀照顾支持这些孩子，不要说你有没有问题，是不是你造成的。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特别重要，因为在这种霸凌的情况下，孩子特别容易变得脆弱，如果我们父母都不帮他说话的话，是没有人帮他说话的。第三条呢，就是我们孩子也得选择一些控制的策略，远离危险的人，远离危险的环境，实在不行呢，找一些同学，找一些其他关心你的人、支持你的人，和大家在一起，千万别让一个人孤独悬溺在群体之外。但我还是要讲，霸凌它是一个社会问题，不能怪孩子和家庭。你说是社会问题，但是怎么解决这个社会问题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一定要有一些法律，一定要一些政策，一定要是规定。我们现在对霸凌处理太柔软，而且太是非不分，重惩罚其实是有作用的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霸凌是有后果和代价的。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方面的法律谈得太少，甚至我们都想敷衍了事，不承认这种事情出现。所以说我们的媒体呼吁我们的学者讲这些事情，本身就是一种警醒，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要有一些是非，要有一些立场，一定要惩恶扬善，要不然的话为了大家的和平，为了掩盖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，都会对社会的负面有特别大的这个激发作用，我们一定要控制住。
你说您常常在看啊，这清华北大的学生一进来以后，他的生命意义感消失了，因为各种考试好不容易进了清华北大之后，然后下一个呢，就生命意义感的消失，您觉得在海外情况是怎么样？比如说一样到哈佛或者是斯坦福的学生，那些学生也会有这种意义消失吗？一样的，这个就是名校学生的悲剧，中国外国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这个名校的名额有限，所以你必须是特别有坚毅不拔的精神，持之以恒的精神的人才能考上。而这个执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，叫做偏执。偏执什么意思？他只想到考学校，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事情。那我考上了学校，完成了我从小到大树立的目标，那下一个目标在哪呢？不清楚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名校学生的悲剧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我们的高中生、我们的初中生、我们的小孩，除了要考好学校之外呢，还得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的目的、生活的价值、生活的技能和生活的快乐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我上了名校，我也知道我还能够唱歌，还能跳舞，还爱读书，还能郊游，还会踢球，这些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特别大的意义和补充。而我们大学呢，其实这方面也在开始做一些工作，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去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。但是是不是在大学才教有点晚了？当然晚了呀，因为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多方面的兴趣。加拿大的四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，他就发现父母亲激娃孩子帮助他做数学题目，一般来讲能够帮助孩子考上好学校，因为考大学考中学都需要数学成绩。但他们意外地发现，15年之后，这些孩子其实赚的钱不如那些父母亲帮他做文学欣赏、艺术欣赏。所以说，刚上大学、刚毕业，赚多少钱由他选择的赚钱的专业和不赚钱的专业所决定。15年之后，不由大学专业决定，只有你的多方面的兴趣决定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我们不要文理分科。我们要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，像邱春同先生爱写诗，杨振宁先生爱艺术，人家都是顶流的科学家，这样的一种多元的人文教育，对孩子的智力、对孩子未来的健康和创造力都是特别有好处的。您曾经说过啊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教孩子怎么样幸福，我们缺少幸福课，而且孩子们不能只学硬知识，应该有个软技能，尤其在人工智能来了以后，可能你现在学金融，很快的就被人工智能给取代了。所以怎么样让孩子们学习软技能？对，怎么样让他们有幸福感？就是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，就是19世纪是动手的人是时代的主人，因为它是工业化时代，那些修机器呀、造机器呀、开山筑路啊、洪水建桥的人，他一定是能够创造出我们人类创造不了的财富啊、智慧啊和文明。上个世纪是这个动脑的人，那些科学家、那些发明家、那些利用人类知识、利用人类的信息来做出伟大业绩的人。21世纪人工智能到来，什么样的人有竞争优势？我个人觉得是动心的人。所以说这个动心的人，他一定是把自己的心理的智慧用到极致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同理心，我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想说什么，这个能力机器没有反应，人做得到。那些有感染力的人，我说的一句话能够感动人心，打动人心。那些有审美能力的人，他能够创作出我们没有见过的美景。那些能够进行合作的人，那些有心理韧性、坚韧不拔的人，那些有幸福感的人和意义感的人，这些呢都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。所以我把它叫做动心的人的新时代，而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我们应该着力培养的人的竞争优势。我们知道又到了毕业季啊，每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想听听你想跟学子说什么。比如2022年当时在疫情期间你说要坚韧，对，2023年你就说要成就彼此，哇，这个感觉好开阔啊。是要互相帮助。那2024年呢？2024年我觉得还是应该憧憬未来，因为我相信就是人在走弯路的时候，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呢就在前面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把我们的思路从这个怀念过去、沉浸在过去，
变成憧憬未来，为未来而奋斗，从这个消极的被动的应对要变成积极主动的追求。所以说年轻人还是要勇敢一些，大胆一些，未来导向一些。担不担心人家觉得您老在给我心灵鸡汤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是我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，就是我在灌输心灵鸡汤。但是我的想法是有两个，第一呢，我说的是鸡汤，它有滋补的作用；很多人灌输的是砒霜，它有毒害作用。比如说社会达尔文主义，比如说功利主义，比如说你争我夺的这种斗争意识、竞争意识，你要信，你就活得很惨。也活得很累，所以你是信鸡汤还是信砒霜？所以我们现在反而应该要警惕的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负面的情况，但是不要把它过度的想象。对，不要把它灾难化、悲剧化、意识形态化，也不要把它变成不可逃避的陷阱啊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陷阱说，其实都是可以超越的。真实如是的看清楚它，然后真实的应对。对呀，对呀，没有必要竞争的就一定是对手，也没有必要不好的事情一定是宿命的，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行动慢慢去改变的。